系，而是天月上系，天月上是第二代，那你就是天台湾天月上的第三代。所以今天在这边给你介绍我们的缓慢源流，还有我们的家风，来布这个华语。你现在你从此更久，你可以自己去学习研究这个学界学沙弥实践自己去每个月十五可以去自己诵沙弥实践自己要学的去守戒在家其实是守戒那出家之后就要去学出家戒那你先学沙弥实践那现在起来现在要顶礼东西两地传递大众我是释迦牟尼佛好像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三拜不要起来，就直接在拜下去，直接跪着拜下去，跪着拜下去。好，再起来，再跪着拜，再跪拜。好，顶礼好像好，顶礼东西两句，常住大众三拜。顶礼本门历代祖师三拜大众请向佛忏悔。
平常最需要相信的，天主说，我太平安，龙雕与师，万事亨通，合教平安，福慧神山，华吉同欢，祈求如意，谢道。
以谢和尚慈悲主法，顶礼和尚三拜。阿弥陀佛。大众请对面站，请合掌，恭送和尚回了。